2018暑假即将来临，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时间又成了家长们的一个难题。既不能让孩子太累，因为平时学业压力那么大，好不容易有时间放松放松，也不能让孩子太闲，否则孩子会一天到晚拿着手机沉迷游戏无法自拔。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孩子得到休息，也能让孩子在假期里放下手机有所收获？当然有，比如说学网球。黑马网球俱乐部香格里拉店特推出2018暑期训练营，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感受体育运动魅力的大门，让孩子们在学习网球的过程中玩得开心，学有所成，获得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同步提升。关于黑马网球俱乐部，隶属于深圳百特飞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首创体育 Athletics 加教育 Academy 的双 A 模式运营理念，拥有中美知名网球教练团队，是美国维尔网校、美国中心体育学院、盛世国际网校等学院在中国的独家合作伙伴，同时也是美国尼克网校、埃弗特网校的战略合作伙伴，提供青少年一站式赴美培训、比赛、留学的晋升渠道。通过网球加文化课培养模式的国内青少年网球学员，可以凭借网球特长进入美国知名大学，可成安排一青少年初级班，针对无任何网球经验或基础薄弱的青少年满四人开班。二青少年进阶班，具有一定网球基础但击球不稳定，想要提高网球技术的青少年满四人开班。时间安排训练营时间2018年7月9日至8月31日，每周一期，每期五天，周一至周五，每天两节课，每节课为一小时上午班上课时间，9点11点下午班上课时间，15点到17点训练营费用中教。青少年初级班1500元每人期，青少年提高班1800元每人每期外教，青少年初级班1800元每人期，青少年提高班2200元每人每期住。以上价格含场地使用费，一周为一期，周一至周五，每天两个课时两小时。培训内容一，在各类生动有趣的游戏中学习网球运动的基本知识、基本技术、网球竞赛规则等，根据不同年龄段使用不同教材。二，基本动作矫正并强化，学习上下旋击球、挑高球、高压球、中场截击、侧旋发球、双打等技术，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网球游戏。三，强化各项技术，学习对击球线路和深度的控制、旋转变化发球，提高接发球稳定性，学习网球单双打战术并合理运用等。教练团队 Steve 黑马网球俱乐部教学总监，曾任职于美国 KLA 网球学院高水平组网球教练，作为赞比亚国家队运动员，曾代表赞比亚参加两届戴维斯杯，是2010年非洲奥林匹克运动员铜牌得主，拥18以下组排名第一，并参加2007年 ITF 网球巡回赛，是赞比亚奥林匹克青少年发展中心主教练，赞比亚青少年国家网球队教练，韩建筹黑马网球俱乐部高级合伙人兼香格里拉店店长、主教练，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，近十年来一直从事一线网球教学工作。他无论是对青少年教学还是成人教学，都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同时还拥有非常丰富的比赛实战经验，在各项赛事中获得过一系列的荣誉。王运营黑马网球俱乐部香格里拉店青少年教学主教练，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网球专项，国家二级运动员。教学方面，王教练充分发挥其网球专业特长，关注每一个孩子，细致入微，重视实践，深受家长和学员们喜爱。训练营特色一，训练场地处于深圳富田 CBD， 地理位置优越，环境优美，交通便利。二，培训课程将全部由具备 ITF
及 PTL 执教资格的专业教练带队。三、纯正美式网球教学体系，表现优异的学员将有机会赴美国特训。四、安全、专业、多样的训练设施和器材，满足学员的日常使用需求。训练营地点：黑马网球俱乐部香格里拉店，福田区益田路4088号香格里拉大酒店四楼暑假学网球。当然来黑马，欢迎咨询 139-736-749U。好教练百特飞国际是中国体育加教育 Wackated BT Future 双 A 理念的首创者，通过为中国青少年提供高尔夫、网球等运动项目的培训、赛事、留学及大学校队申请等服务，将体育加教育相结合的精英培养模式在中国进行普及和推广，让更多孩子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。旗下有百特飞国际高尔夫学院和黑马网球俱乐部的实体培训品牌。